我要延续前面的单元来解释一下那个半幅展开里面的奇函数半幅展开要怎么用的哈。好，先看奇函数的半幅展开哦。好，奇函数的半幅展开，我要应用在这个梁的变位问题身上哈。好，我现在有一个梁受力的问题，我在。这个是梁，好，我在A 跟 B 的范围内，这梁的长度是 L 了哈，好，减之乘梁，好，这个坐标系统是向右为正，好，这个地方是 x 等于零的地方，然后我要知道说它的变位是多少，变位用 y 来表示，啊，这个地方是 x 等于零的地方。好，梁的长度是 L， 所以这边是 x 等于 L 的地方。好，那在这个梁上呢，我有一个外力，一个均部外力作用。好，这个均部外力是作用在 A 跟 B 的范围内，这是 A 点。好，那这个地方是 B 点。好，那我要算什么呢？我要算它的这个外力的奇函数展开，这受力的定值，这个是一个均部力量，它的力量大小。是一个常数 Q， 好，我要求这个外力荷重的这个傅立叶级数表达方式哈，但是我要用奇函数的表达方式哈，求外力荷重啊的这个奇函数展开。的什么呢？奇函数展开的傅立叶级数哈的求外力荷重之奇函数展开的傅立叶级数。好，那怎么算？我们解释一下哈。好，因为我现在把它当作奇函数来算它的奇函数展开的概念来算它的傅立叶级数，所以我画一下示意图了哈。好，我现在一个实际的这个。好，这样画好了哈，因为我的坐标原点我已经确定在这边了，左半边哈，所以画过来一点。好啊，左边的部分要跟它反对称一下。好，刚刚在 A 到 B 的范围内，它有一个 Q 的均部荷重。好，因为要反对称嘛，所以这边要画这个反对称的图给他。好，然后我的坐标系统这边是 x 等于零的地方，好，这边是 x 等于 l 的地方，好，所以这边应该是 x 等于负 l 的地方。好，我把这样当作一个周期。这是一个 period， 好，所以这个周期是 2L。好，他说我再把这样的图往旁边画的话，要怎么画？好，因为旁边的话都是虚拟的了，所以我都画虚线给他。我多画一个周期，表示说我事实上就用周期函数的概念再处理它了哈。好，那把这边的图形再重画一遍哈。我主要是外力荷重的部分要重画一遍。好，这边也是一样，外力荷重重画一遍。好。同意思哦，这个意思是说，我把我真实的外力荷重用奇函数展开的概念去展开它，啊，展开的时候它的周期就要当做 2L 哈，因为现在一个周期，有这样叫一个周期哈，这样的话一个周期范围内它的展开图形哈，要记得关键的地方之一啊哈，就是那个周期是 2L， 好，来算一下它那个傅立叶级数的形状是什么哈。好，我现在所谓的针对外力荷重，外力荷重用 Q 的符号表示它。
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这个问题哈，是要算它的电位是多少。有学过结构学的同学应该知道说，它的电位方程式哈，是杨氏系数乘上惯性距乘上 y 对 x 变数的四次微分 ，y 是它的位移量，不讲挠度。好，这会等于什么呢？会等于外力荷重函数 q。好，哦，现在这个外力荷重函数啊，就是我要描述的重点哈。好，外力荷重函数啊，用傅立叶级数的概念，完整的傅立叶级数的概念是二分之一的 a 零，啊，加上这个 n 从一加到无限大，啊，然后加加内容是 a n 乘上 cos 的 l 分之一 n 派 x， 好，又再加上 b n 乘上 sin 的 l 分之一的 n 派 x， 好，这是。在还没有用既函数展开的概念之前，应该写出来的完整的傅立叶级数的形态了哈。只是就像我们刚刚的题目所说的哈，我要用既函数展开的概念哈，这边有说我要用既函数展开的概念。那既函数展开的概念里头 ，a 零就是零啊哈。我们算过很多遍 a 零 ，a 零的公式可以知道说 a 零算出来是零哈，因为既函数做对称区域的积分的话，积分值是零。an 也是零啊哈，我们用既函数展开的概念来算 an 的话，也会是零哈。好，只有留下 bn 而已。好，这个 bn 我们要算一下。好 ，bn 的这个完整的写法是 l 分之一啊，然后负 l 到 l 的积分，积分函数，好，因为现在用 q 的符号哈，好 q over x， 好，就是这一段的 q 的变化了哈，乘上 sin 的。好，它的周期的一半，现在用的符号也是 l， 好，所以 l 不用改哈 ，l 分之一的 n 派 x dx。好，我要算这种问题的答案是多少？啊，我们之前 a 零 an 是零，是用既函数的概念，还有既函数偶函数的概念去判断它的哈。这次一样的判断下 ，q 这个函数用既函数展开的概念哈，这个反对称函数，所以它是一个既函数的哈。sin 函数本身也是一个既函数。两个既函数相乘会变成偶函数，所以我可以把 bn 的这个积分范围改成一半就好了，本来是负 l 到 l 改成零到 l， 只要把倍数放大于为零到 l 的两倍，积分范围内的面积的两倍，这样就可以了哈。好，然后好，先写这个 q 是 x 的函数，再乘上 sin 的 l 分之一 n 派 x， 好，再加一个观念。在零到 l 的范围内，这就是 x 等于零到 x 等于 l， 真实世界的那个量的那个范围哈，量的那个存在的范围是 x 等于零到 x 等于 l 了哈。好，他说只有 a 到 b 的范围，它有固定值 q， 在 a 点之前荷重是零 ，b 点之后荷重也是零。好，我们根据刚刚的想法哈，好，在旁边做。做整理一下，好，就是上来算一下我的这个外力荷重函数 q 了哈。好，外力荷重函数 q， 要算 bn 的那个 bn 是多少的时候，好，这个零到 l 的这个积分的问题啊，我们要考虑三段的变化。啊，有一段是0到 a， 有一段是 a 到 b， 有一段是 b 到 l。好，0到 a 的范围内，等一下带 q 是多少 ？q 是0，等一下带。好，还要再考虑 a 到 b 的范围内的 q 是多少。啊，因为第一次看到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我写慢一点哈。好，再看一下 b 到 l 的范围内有分三段，零到 a，a 到 b，b 到 l 了哈。好，这个、q 是零，等下带。好，我刚刚说的哈，在零到 a 的范围内 q 是零，在 b 到 l 的范围内 q 也是零，啊，零的积分值就是零，只有在 a 到 b 的范围内它有一个固定值 q 了哈。好，所以这又可以改写成 l 分之二 ，q 是一个固定值 ，q 带到
外面来哈。好，剩下三函数做 integration。好，三函数的积分是负的 n 派分之 l 乘上 cos 的 l 分之 n 派 x。好 ，x 要带 a 跟 b 的上下限给它。好，这个 l 可以消掉。好，所以这个变成负的 n 派分之二 q。里面的部分就是有一个叫 cos 的 l 分之 n 派 v， 另外一个是 cos 的 l 分之 n 派 a。好，对了哈，这就是我的 vn。好，等一下我还会把那个符号放到里面，所以好，这里等一下再改写里面对应的哈。我现在把所有的外力荷叢函数 q 是什么表达一下。没有第一项，没有第二项，只有第三项的 vn 哈。好，所以好，这边好，再整理一下，这边是 n 派，这边是 l， 这边是 l 哈。好，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啊，我再把负号给里面的哈，所以这边变成 n 派分之二 q。好，里面的话就是 cos 的。l 分之 n 派 a 解掉 cos 的 l 分之 n 派 b， 好，这就是我算出来的 vn 哈。好 ，vn 算完之后，我们的外力荷叢，因为我这个目的就是要描述我的外力荷叢哈，求外力荷叢的既然数展开所产生的傅立叶级数了哈。好，所以这外力荷叢已经可以表达出。题目要我问的那个，要我写那个答案哈。左边是 Q 嘛哈，右边有一个 Vn， 对不对？好 ，Vn 写一下 ，n 从一加到无限大。好，相加内容就是有 Vn 乘上 sin 哈。好 ，Vn 是 n 派分之二 Q， 再写 Vn。好，然后 cos 的 l 分之 n 派 a 解掉 cos 的 l 分之 n 派 b。好，还要再乘上一个 sin 函数在后面就好。好 ，sin 的 l 分之 n 派 x，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哈。我算这个所谓的外力荷叢的这个积函数展开所得到的那个外力荷叢的函数，用所谓的讯号处理的概念哈，得到那个就说我把外面的荷叢处理一下哈的那个方程式啊，透过这个方程式就可以把外面的讯号啊变成荧幕上可以看到的讯号了。好，以上是这个积函数展开的一个例题的一个说明。